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玉。节目开始，我们要来谈谈独立音乐。今年的台湾音乐圈出现了一个独立乐团——草东没有派对。他们在3月发行第一张专辑，写下10000张的销售成绩，这个数字远远胜过时下当红的流行艺人，尤其是在实体 CD 市场已经被网络音乐逐步取代的今日，他们的窜红更让许多音乐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早在10年前，政府为了挽救濒临存亡的音乐市场，陆续砸下了近1亿元的经费，补助创作乐团录制专辑，有期待培植人才的目标，也有挽救市场危机的意味。虽然出现了像草东没有派对这个打败主流音乐市场的奇迹，但现行的补助政策问题百出，独立音乐仍旧在危机关头。来看记者卓冠奇、黄振渊的观察。草东没有派对，但因为他们激荡出翻转市场的浪花。娱乐方面绝对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绝对没有，非常非常少。滔滔后浪来袭，在躁动的愤怒里寻找一点星光。好像有舞台，可是舞台不珍惜，对，是架空的。洪水来临前，如何在众生喧哗中寻找发声的物种？完成为期3周的美国巡演，身体里还带着时差的疲惫。草东没有派对的团员选择早一天进场准备，因为隔天晚上在这个台北最大的音乐 Live House 将塞进满场的1300人。两把吉他、一把贝斯加上鼓手，平均不到25岁的4个青年组成草东没有派对。书写对生活中复杂难解的疑问观察，再以摇滚乐强烈重击。他并没有去诉诸的某个语法或特定的套路或风格，他其实就是诚实，他平常说话就是这样说，他只是填进然后押个韵，这点我认为最珍贵的地方。不仅做到音乐人最重视的词曲咬合基本功，音乐中充满了该有的郁闷呐喊，该有的愤怒宣泄，坦率直白地贴近新时代的耳朵，迅速引起共鸣。诚实，因为大家都说唱出世代的心声，唱出就是世代的心声。可是就他们而言，他们哪有说解读世代怎么样，然后唱出他们的心声？没有，他们就是这个时代。这诚实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妥协。举例来说，他们没有在他们心中就没有说，我要写什么样的歌词会红，我要写什么样的曲子，现在流行什么曲式会红，他们没有这个，他就是唱他心里想唱的，他写他心里想说的。大家都知道吗？今天经典的流行特调，跟歌迷做台上台下的情感交流。草东没有派对凭借着独特鲜明的演出风格找到自己的听众，于是这几年只要有他们，演出场场爆满，票房保证也反映在第一张专辑的销售数字。到现在差不多10000，对啊，一开始还想说就是可能跑完北中南，然后就又可以开始耍废的生活之类的，对啊，然后没想到就噼里啪啦。5位数的成绩远远胜过现今100张、1000张就算畅销的明星艺人歌手。更特别的是，只在特定独立书店或艺文空间贩售，宣传也只靠平日使用的网络脸书自媒体，
这一切的一切，统筹规划全来自跟他们一样率性随意的学妹，也是首次入行的经纪人赵若君。天时地利人和吧，就一开始要发专辑，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资源，然后都是遇到就真的就是欣赏你音乐的人，然后他们还蛮全心全意在帮助，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有一些什么的。一切荣耀归于贵人相助。事实上，草东这样独立制作又独立发行的独立音乐，以掌声换取实体销量，击败大型唱片公司。在文化观察者眼中，独立音乐品质备受肯定，也早已越过主流。2015年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是《灭火器的岛屿天光》，那么2016年呢是原住民歌手署名的《不要放弃》。这两首歌都是不折不扣的所谓独立音乐，署名的歌甚至是一首全部用阿美族语言所唱的，岛屿天光甚至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抗议歌曲，它从赛后运动诞生，而它在台湾最大的流行的奖都拿到年度歌曲，我想这个真的可以代表一个典范的转移。在13乐团的工作室内，傻子与白痴为下周寻光计划成果展做最后准备。由高中热音社同号为班底，上大学正式组团一年后，傻子与白痴想挑战发展为创作乐团的可能。一直到大学以前，我们在做的都是 cover， 都是 copy， 到大学之后才觉得，哎，有想要创作了，有想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影响别人的那样，你就要把那个张力表现得出来，对，该爆的时候爆，该很小的时候就要很小，然后甚至像刚才瞧的一些像小过门的这种，那就特别重要。让有经验的乐团带领日渐崛起的新秀，从编曲录音实地操作，或许3个月的时间，他们只能微调成进一步的表演者。玩团也有20多年的朱建辉认为，寻光计划目的其实是承先启后，而不是占有，是寻觅足以燎原的火种，让台湾的独立音乐不再有断层。所以现在我觉得台湾的音乐人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很难就是利用音乐就是我的工作，这样子相对的整个来看，台湾的音乐环境整个竞争力是会整个下降，因为你只是 part time 来玩，你不是专。就你不是全心投入。皮亚本来是一个乐团的名字，现在变成一个歌手吴培亚。再过几个小时，是他在今年最后一场的售票演出。我自己觉得女歌手的寿命比较短，对，所以我前几年用了大概6年的时间，我发了3张专辑，然后还发了一堆就是单曲跟书什么的，对，其实就是有一点心急啦。这首歌叫做《赖床曲》，就是赖床，因为很喜欢赖床，所以就写了这首歌。不喜欢赖床，不喜欢起床，我喜欢吃饭，不喜欢洗碗。吴培亚以甜美的歌声唱生活的日常，非常幽默，有时也沉重。他参加过电视节目选秀，先以2人乐团出道，成军5年，换过4次团员，最后宣布解散。其实养团真的很辛苦，尤其是4个人，你要差一份薪水。有时候，当你没有知名度的时候，你可能好搞不好6000块，4个人分1500，对，那还算好的哦。嬉皮，单飞后可以一个人接工作，遇到价码高的商业演出，吴培亚还是能与乐手合作。毕竟做独立音乐不是流行唱跳表演，必须像小农一样自产自销，更必须自律才能足够生活。然后你发片，然后巡回，然后写歌，然后再发片，再巡回，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循环很健康的继续持续。
场小型的演出，同时也做网络直播。吴佩雅尽可能争取曝光，私下的生活却过得很简朴，目的是把演出费存下来拍第三支 MV。 因为以现在的独立音乐环境，多数人跟她一样靠补助金制作专辑，却没有更多的经费下广告推销自己。好吗？大家今天舒服一点啦，就是一个很舒服，大家窝在我家客厅，就是对这种感觉。第一张，蛮幸运的，反正就是拿到了300,000，然后做了第一张专辑。但那时候做完，就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根本就不够。隔了4年，他第二次拿到补助，也还是300,000，也还是不够。这个议题很矛盾呢、就是说音乐人们都在骂说补助其实是不对的，就是反正你自己要做的东西，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嘛。但就是因为市场太差了，所以大家都生不出钱来。可是如果今天有补助案，我还是得写，因为我还是需要那笔钱来做事情。而且我觉得刚有看到一些会吸引我想要继续看的文字。作词人深白色，录音师郑拔与坐在中间的陈品仙边听边讨论参选作品。当然不会把它从民谣变电音了、就是不是这么，不是那个改法。需要啊。说到录音补助，他们有人曾经是评审，也有协助写过企划案，更有多次录制成品的经验，却选在此时共同发动。不像政府要钱的诺亚方舟计划。如果我没有帮他这个忙，他的音乐的品质永远都会停在那。因为第一个他找不到钱，就做制作确实是要花一点钱的嘛。那第二个他可能找不到对的人。诺亚方舟寻找只差一步的表演者，校正定位，体验制作，并帮忙录制发声。他们三个人自费并自力打造这艘大船，已经意识到继续活在政府补助的死水里，台湾的独立音乐将无法度过洪水来临前的难关。我觉得2006年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断层，那再加上这个断层一切下来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这个乐团他没有follow的对象。主流音乐陷入10年枯水期，独立音乐也在这10年同样仰赖补助为生。自2007年开办的独立乐团专辑补助，区分为录音与行销。录音最高奖励300,000，这笔钱也成了多数乐团发片的活命水。从2009年到现在，到2016年的这补助，每年就是给1200,000，不管他怎么给，到现在已经给了9600,000了，是1亿。那养了6年，我们终于看到2个突变了，一个突变是草东，一个突变是 Hello Nico， 一个压了1000张，一个压了10,000张。终于我们花了1亿，终于看到这个独立乐团的曙光了。但能卖到10,000张的突变种，真的仅靠300,000补助金创造奇迹吗？我们请草东的制作人与唱片公司制作一张专辑10首歌200,000的方式，将该负担的成本重新摊提计算。以谁就是论真正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的话，他是不会值300,000没错。因为草东如果来录音，草东编曲要拿费用啊。算不算？我会说100，那我就说那100万、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它有点像22K， 把制作费框死了。300,000像是一道门槛，乐团们或是向上提升，自寻生路，或是东省西扣，继续成就一张张美中不足的作品。大多数独立乐团的困境其实是没有资源。那我觉得草东这点比较不一样，是说很多人帮他们，在品质有被保证的前提之下，他们的创意就很容易被清晰的看到、解读、接收。在唱片难卖、门票好卖的时代，对能唱现场的独立歌手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让大家来看演出，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对，虽然现在已经进入直播，就是比较云端的一个世界了，对，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场互动还是有现场的魅力在，对。那我自己是比较擅长做小场的，对，大概就是100多人左右的。吴佩雅心里也有压力，这场完售不保证下一次成功。
今天晚上可能就有5到6个表演，甚至更多。对，那只有这么多人在听现场，就是一定会被瓜分掉啊。对啊，那人气比较高的那几个人就可以把群众带走。能表演的独立乐团越来越多，但又限于法令，以特种行业规范展演空间营业限制。尽管有人不卖餐酒，有人纯做表演，有人以古迹活化各自解套，业者喊话多年，却始终不见政府对症下药。所以像以前像灭火器、苏打绿，他们都在我们店里表演，一开始都人都很少。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开始去经营歌迷，他不会有现在嘛？现在没有人不符合，不想符合法令。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他不重新去解释这个东西的话，那他就会变成说没有人要做小间的。而政府出面举办音乐季或音乐节，是快速累积人潮的一条捷径。虽然可以收到扩大听众市场的成效，无形中却也因为免费扼杀了收费展演空间的生存余地。流行音乐跟乐团我觉得是一样的，就都是面临相同的问题，大家就是好像有舞台，可是舞台不真实，对，是架空的。如果去参加一些音乐季，像海洋音乐季那种，那些乐团上面是真的很爽，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人不是因为你来的，他们是因为这个活动来的。乐团的时代来临，当他们不再只代表吵杂、愤怒、冷门、非主流，而是可以坚持理想的进步思维。政府可以给的不只是金钱上爱的鼓励，而是建立让独立音乐逐步回归商业市场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来临前寻求一线生机。在印地里众生喧哗的独立音乐能否遍地开花？而这些独立音乐创作者在政府补助政策还有自主创作意识的过程里头，又如何找到平衡点？待会儿我们会有更深入的观察。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